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沫 Review Channel。所以我现在呢就在浴室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要去通过去哪里嘞？就是最近马来西亚开了一间热门的店，叫做拉拉破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搭 LD 去那边，带你们去看看。Let's go。可是可能因为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营业，所以很多还没有开。不过我看到很多都有在做这 renovation 了嘛。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去 Midori 看看，它是一个日本带进来的一个牌子，然后它有很多里面自己不一样的东西。Let's go， 有十层楼高。它讲是有十层楼高，可是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十层楼哎。高峰。Review Channel 的话，就记得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 哦。我们下一次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